晚上准备去洗漱的时候，抱抱就先跑去卫生间，然后就躺地上，不停地打滚，然后磨蹭。我在想，离上次发情好像也没有很远，听说猫咪一般都是一个月发一次情。我看它挺难受的，我就拿手机记录了一下，结果就想起来今天许抱抱刚好10个月，10个月的猫咪第二次发情我已经很感谢了，但它真的超级难受，因为我妹妹一直想要一只小抱抱，所以我就说让它生一胎，但是看到它这么难受的样子，真想这几天过了过后就立马把它送去绝育好了。白天它一只猫在家也挺孤单的，晚上回来就会尽量多的时间陪它玩，现在只要不陪它玩，那么它就会喵呜喵呜的不停的叫，现在就在叫了。希望妹妹的滴虫早一点好，也希望她这次发情的时间就比较快的过去。如果她的滴虫好了，并且一周岁了过后，我就会给她配种，让她生一胎猫宝宝。虽然说照顾猫咪有点麻烦，但是每天就是回来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好幸福呀。妈妈摸一下肚肚好不好，咕噜的大眼睛不停地转呀转的。哎呦，别摔了哟。所以你这到底是发情了还是身上痒有虱子啊？这到底是发情了还是有虱子，你跟妈妈讲一下。这么多头发啊，不，这么多毛毛。让妈妈给你按摩一下好不好？好多毛毛啊，乖宝！好多毛毛啊！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妈妈去拿梳子来给你梳毛哈。哎呦，掉下去喽！掉下去喽！妈妈上网学了啊。给你拍一下，让你好受一点，好不好？看这个大脚妹妹，哎呦，尾巴掉厕所喽！尾巴掉厕所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不要去抱着他嘛，你站好，妈妈给你拍一下屁股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站好，站好。哎呦，咋就打滚嘞？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。哎呦喂，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哎，掉下去了，乖宝。这个位置挺好的，对不对？你就卡在这里吧，怎么样？好，你就这样哈，妈妈给你疯狂的拍一拍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好受了一点没？
好一点的玫瑰吧，尾巴不要放到马桶里面去，你放到厕所里面去干啥？等会儿还要给你全身擦一遍。哎呦喂，哎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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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不？可以了不，乖宝？哎呦，开始皮了。哎，哪有这样蹬我的呀？哎，你这样踢我，我跟你说，我反手就掐死你哦，知道不？嗯，妈妈反手就掐死你哦。等会儿掉厕所了，乖乖。哎呦，不能掉下去哦！妈妈给你梳一下毛。哎呀，看妹妹，你掉了这么多毛，这么多。